原标题：八路军三战三胜，日军少将也毙命。鬼子急了，竟学古人下挑战术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，完全是一场现代战争。但是八路军还有不少的长矛、大刀等冷兵器，可是他们照样把日军打得狼狈不堪。1938年9月，日军大举进逼武汉、广州，为了配合作战，华北日军向山西增兵，兵分两路发起进攻，一路直奔西安，一路直奔延安。日军来势汹汹，八路军